我现在很紧张，等了那么久，终于要求婚了，然后希望我就是可以成功。今天我们等一下就先到大圆满，那我们求婚要一个戒指。然后就是因为他有喜欢这个款式，所以我就偷偷的就是先把这个戒指买下来，就是想桥段，然后想整个从头到尾要怎么去安排，就是真的是想破头思考说我想要的桥段，准备了大概一个多月可以做到说自己想要的，就是我有特地用你的照片拼成一个爱心，我做了一个那个大的那个海报的输出。不知道今天会几天，因为他以为我今天要上班，其实我一直请好假。就是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同班的，然后经由就是有共同朋友介绍的。我只是随便签个信，我不知道会变这样。结果就真的在一起。很依赖坤伟，没有坤伟不行，所以他今生就是注定要这样子。亲爱的宝贝，就是从我们十七岁的秋天到现在，就是已经也八年了。然后虽然说我们的生活上还是会有一点小争吵，然后还是会让你生气，可是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然后也很包容我。在我们八年的爱情长跑里面，虽然说也遇到一点挫折，然后就是有一点阻碍，可是这让我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知道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希望你给我一个小小的机会，让我可以用我一生好好的照顾你、宠你、爱你一辈子。宝贝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的天哪！玉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宣誓人林坤伟，我愿在众人面前向你许下爱的承诺，今后不论贫穷或疾病，我愿不离不弃的陪伴，呈现最美丽的幸福，直到永远。中华民国102年12月22号。不是我的太惊喜了。再见，再见。他终于没要幸福了，经常没空就相信。谢谢。
三三国王，我要很认真的对你说，我把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都是你，什么都不用讲，买点好喝，想送他，恭喜，祝你幸福。就是我们坤伟每次到午休。晚上要睡觉的就寝的时间，那么短暂一个躲在这个棉被里面，然后想想，小谁，可能你要睡觉吗？你答应了我们的这个坤伟，真的是很恭喜你，好吗？谢谢，加油！我真的没有想到是在今天会被求婚，虽然是我一直逼着他要补一个求婚，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他真的去买那个叉子on fire，所以我就觉得花太多钱，可是真的就买下来，真的。非常感动，很高兴能够成功，然后请大家祝福我的幸福，谢谢。林酷然真的很谢谢你，老公我爱你，嗯。